兄弟，等公车呢，兄弟。老哥，你还好吗？老哥，需不需要帮你拍拍背？啊，有没有怎样？来稍微作画一下，画我自画像怎么样？还有一个臃肿的身躯，臃肿的身躯像水泥一样。然后另外一只手喜欢比中指，有没有？比中指。然后平常脚都开开的，因为下面有一根很大的东西啊。我希望这幅画能够收录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啊，好不好？一定会成为历史的名作的。吵什么吵啊？吵什么吵啊？哈！前面就没人，一直在给我扒是怎样？干发病了是不是？